天上雷战士，我告诉你啊，要是金主带我去看，打开一个窗，你看雷战士，天上真的很多雷战士，非常多的连绵不断的一间一间的雷战士摆在那里。我说怎么有这么多雷战士？我一个念头就出现这么多。我说这个常常也有雷战士啊，他有一个念头当然会产生雷战士啊。要是这么讲，他的念头是名跟利而已啊，你们的钱都会被他掏光了，我告诉你，挖的这个柏林同学会都变成这么小，多个同学到今天不到二十，本来一百多个，当初就是满满的，在四十几天都是满满的，都被挖光了，人也被挖光了，财也被挖光了，全部挖光了，每一个都用那个好像是像那些恐吓的方法，还有。听说这个花莲的廖鹤群，他也去了，现在回来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再来呢？他打哪了？没有了。廖鹤群还好。廖鹤群还好，他老婆。老婆身体不好，身体不好，常生病，精神恍惚。精神好，去吧，大家都去吧，大家回来一个月。